本来就想要写一本书，就叫《火车站前中正路》。因为我阿公后来他并没有继承他的父亲的行业，继续从事屠宰业，他就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就开了一家旅店。他的旅馆运并不是太好，刚开没多久就遇到地震，好不容易借的钱又重盖，又遇到美军空袭，所以他一辈子又在重新从零开始，历经了许多人生的大起大落。从容自在的态度也是我从他身上学来的。道上咱家一只古乐古，一定够有地动。今仔载到咱大家来比赛唱歌，咱爱唱上欢喜的歌啊！我们是一个很精神富裕的家族。周渝民他自己，他确实是做足了功课，因为他跟我要了我所有的家族的照片。日新的话，坚韧不拔的一个存在，他身上有一种信念，就是你们跟着我，我会保护你们，我会让你们过得好好的。大哥，滚滚来。给他们讲讲话，可不可以？我父亲那个年代的男人，就是有一种开创的热情，想做这个，想做那个，然后失败，还是会再尝试一个他觉得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没有这么伤人，他追求的东西反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所以他是一个情感连结很强的一个角色，在他心目中。家族能够一直传承下去，有一个是他个人的信念，另外一个是他个人的信仰。我觉得福越的价值观受到他的祖父影响的反而比父母来的多。大家可以看到，祖父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年代，大概70年前被描绘的模样是保有传统的那一块，也许好客啊，或者是对客人非常的友善和照顾啊，甚至是愿意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给远道而来的客人住。可是他有一派作风是非常自由而开明的。其实我阿公也是一个很风流的人，就是在他的那个朋友圈里面，常常在酒家里面交际应酬，也是常有的事。我跟你听。印象中我阿公最会做的两道菜，就是五柳鸡跟那个牛鱼的肉酸。五柳枝的五样菜，他一定要切细丝，这些都是很经典的酒家菜。真香安老家满溪饭店李大爷的招牌菜，我回家吧。活在当下，去理解人最重要的是生存，自己的生存，家庭的生存。他一生都在为这个东西坚持。他影响福越最深的就是这个态度。即便阿公已经离开了他这么多年，即便导演现在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但是一提到曾经影响他很深的一个人的时候，他一样可以露出他当时小时候天真的笑容跟那种对于阿公的很单纯的依恋。穿越了时空，以现在的年纪去帮导演带回到那个年代他所有的回忆。车顶上的玄天上帝是一部记录了三代人横跨80年的一部电影，希望大家都去电影院欣赏。